掌握，还有就业，尤其身障这一块，那我们很感谢喜羊羊基金会在台北市成立了一些点，促进我们身障就业。那另外就是，其实在艺术里面，刚刚团长跟我讲到，其实人生除了工作，我在基金会里面看到，就是我们身障的孩子总有一些残缺，但是残缺当中，我们去创造完美，尤其现在的西比，前不久碰到董事长，那西比的销售量在这个市场当中也是可圈可点，可见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只要让我们身心障碍者有机会去工作，我们会把它做得更完美更好。所以感谢基金会的一个家长还有董事长执行长的带领下，让我们的基金会在这个市场上可以发光发亮。那另外工作之余也成立了这样的剧团，到十三年真的不容易，是有心好团长这个一家的一个努力帮助我们，让我是一个团体，没有支持的话我想得到一些资源。另外最后做的资源是联邦这边也帮忙的一起成立，对这个的一个团体的一个支持，我想社会的爱心还有家长的一个努力，我想有时候我们在为身障朋友做服务的时候，都跟我们讲，我们是可以下班，但是家长下不了班，所以社会的一个用心，还有各界的力量，才能支持我们身障者的就业体系走得更健、更发展。最后也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那我们现在最后我们还要再介绍我们联邦银行的涂宏茂涂副总经理上来跟我们说几句话。
饱和中的秘密年度公演，我大家期不期待？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沈阳的乐团打击乐的陈老师，我们掌声欢迎他。